小情侣出新金品啦！限时金品礼包《魔女之夜》将于7月28号上线，单独购买是可以使用折扣卡的哟。唉，怎么觉得时光太早了呢？整体是黑色的婚纱礼服，在我的审美上疯狂蹦迪呀！先看心里的金皮，长夜头戴黑纱加黑宝石发冠，眼睛是一朵暗金色玫瑰，这个破洞黑丝实在太有感觉了，16加了以后确实不一样了哈。哨子是一条银色铁链，配合海报一起看，是不是有一种禁欲的爱意美？指甲都设计成了暗黑风，妆容整体相当搭了。囚徒的金皮星辰两人同款灰白发色啊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发色不论男女都好看的爆啊。身上的装饰两个人也是同款的暗红色玫瑰，并换的这个裤子和海报有点出入，禁忌的感觉没有海报的强烈，希望可以做成这样哦。细看二人就是浑身都情侣款哦，耳钉是，就连脖子上的钻石都是，并换的这个钩锁有点像钻石冰晶，这俩金皮请一定把特效做足，还有这几块纱一定要清透的飘起来呀，真的是太好看了，我要疯狂给网易大大打 call。 再看他们的皮肤介绍，哇，这不就是婚礼誓词吗？这不就啊，对了，这是限时的礼包，所以宝子们别怕，不是限定就还会有机会的哟，疯狂期待中。